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，他要是再不出现的话，你就自己跳进去陪他，好不好？二，一。哎呦，你跟头扑爬的从厕所里面自己扒起来了哇？啊？对不起啊，教练，我迟到了。但是因为发生了一点点小意外，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迟到。教练，你罚我吧。去，自觉一点，加练三个小时，不准停。知道了，教练。他好像怕从我拐道走了，快去找高组的，让他走了。